欢迎收看小七车观点，我是 Duncan， 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试驾呢是 BMW 18年式的 M2 哦，这一次呢主要新增几项配备，就是它这一次呢把 LED 头灯、主动转向式头灯呢列为标准配备，还有碰撞预警辅助系统以及车道偏移警示系统都列为标准配备哦。那这一次外观上面的差异呢，只有一些小的地方，好，比如说头灯、尾灯。18年式 M2 售价是339万哦，原厂特别在这个18年式推出一个限量的车型哦，也就是你购买18年式 M2 的话呢，即可拥有 M Performance 的排气系统套件。那原厂是说限量的，所以如果晚了一步，就要选配这个排气 M Performance 的排气系统套件。那这个选配价呢是要价16万，所以要入手的要买要快。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看起哦。它外观部分呢，可以看到它搭载全新的 LED 头灯。那这个 LED 头灯呢，有搭载主动转向式头灯哦。这一次18年式也列为标准配备。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气坝，它下气坝的设计呢，其实左右两侧里面是有酷热的设计哦，不是给刹车做散热的动作，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次是用全新的复合材质哦，也是通风碟，刹车散热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刹车系统配备的是前对四、后对二活塞式的刹车哦。前轮的规格是24535ZR19，后轮的规格呢是26535ZR19，那搭配轮胎呢都是米其林的 PSS。那这次轮框呢，它是采用锻造的，锻造的轮框呢在超驾性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M2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如果跟 M240 比起来的话，就是它的前面，它的前轮规格可以塞到245哦。如果一般的 M240 还只能最大就到235，如果再大的话就会磨到叶子板。那大家都知道它里面的心脏藏的是一个直列六缸的引擎嘛，所以在前轮的胎宽上面就更重要了。当然后轮驱动这种大马力的车也是很重要，所以搭配到265的尺寸。那接着我们看到车侧哦，车侧部分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折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叶子板上面有一个 M2 的灰饰哦。车侧跟一般的二系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叶子板跟后叶子板都有爆规，对于操控来讲的话是提升非常多的，所以它设计爆规，让整个车辆的操控啊以及反应都会更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车尾的造型哦。车尾造型先从上方看起，上面有个小鸭尾哦。往下看的话呢，就有 M2 的 mark。那这一次全新的车尾灯设计是全 LED 的，包含了倒车灯以及后雾灯都是 LED 的设计。那下方呢，可以看到比较不一样的下导流哦，也因为这是 M2 的关系，所以它是四出排气管设计。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这一次试驾的车型呢，虽然也是18年式的，它并没有配备 M Performance 的排气系统。那可能因为这是认证车的关系，不过到最后交到各位车主手上的呢，就也就是限量的 M Performance 的排气系统，所以要抢要快。那我们现在既然在五指山上呢，我们来切到 Sport 模式。Sport 模式可以听到它的引擎声浪也变大声哦，而且它的变速箱非常聪明，它的变速箱呢是 MDCT， 也就是双离合器的七速变速箱。它变速箱反应非常快哦，它可以适时的知道你哦，你现在爬坡或是你下坡，换算等等车子的牵引力去决定你的档位，所以这是。我觉得 BMW 这一具 MDCT 双离合的一个很棒的一点。其实 M2 呢，整个驾驭起来的感受不用说，就是非常的刁钻凌厉。那现在轴距非常短，所以你在山道超驾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人在五指山，而且像我们在山道超驾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就是你过弯的转方向盘的瞬间，一般开习惯一般房车。四门房车啊，或是一般长轴距的车款，你在驾驶 M2 这种比较短轴距的车，你会觉得转向的感觉很特别。它还有一段是 Sport Plus 模式，那 Sport Plus 模式呢，它会把循迹防滑关掉一阶。那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热血，你想车尾更灵活的话呢，你还可以再 hold 着这个循迹防滑的按钮，那就代表着你现在已经可以完完全全的甩尾、出弯、Power Out 做这种动作。不过你在切到 Sport Plus 模式的时候，它循迹防滑基本上已经帮你关掉一阶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让车尾非常灵活了，因为毕竟它的动力输出非常大哦，最大马力来到370匹哦，尤其是在6500转的时候会发挥，
不过6500转的这个时候呢，你差不多已经要换挡了，所以我觉得它的马力最大马力输出的转速区域稍微再降低一点，好比说6000转就是已经是最大马力的话，对于整个操控乐趣会更热血的一个感受。这一次2018年式的 M2 呢，它把两项主被动安全呢列为标准配备，一个是车道偏移警示，它并没有辅助的功能哦。第二项配备呢就是前方碰撞预警，那有主动刹停的功能，如果你距离前车太近的话它自动刹停，对，是一个很好的配备啊。不过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开的是 M240i， 他要选配这样配备，他说他在市区比较激烈的驾驶的话，距离前车太近它自动刹停，所以这种配备对于这类驾驶者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东西啊。如果可以把这些配备换成跟车啊，让消费者去做选配的话，可能会更好。它这一次搭载的影音系统是全新的哦 ，EVO IPD6 的影音系统。那这套影音系统跟往年最大的差异，一样都是 iDrive， 但它这一次有触碰的功能，它的荧幕终于可以触碰。以前我们都以为它的荧幕，可以触碰，结果不行。那这一次升级为触碰，那当然一样 iDrive 的旋钮一样还是安排在中央安部的位置。那它也有手写板的功能。这台比较特别的是，它搭配的是 Harman Kardon 的音响系统，全车这么小的车，有配有12支的扬声器，所以其实整个音场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方向盘握感也很好，真皮包覆三辐式，电动座椅是8项全电动的调整，那唯一一个手动就是它在大腿腿部支撑这边，它有个拉柄可以拉，就可以更完善的包覆到你的腿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考虑的车子，因为如果小孩还没长大，没关系，后座有2组 ISOFIX。如果觉得机能性不好，没关系，它有6/4分离倾倒。那我们其实有为各位示范后座空间啊，其实后座空间，我这个身高175，我前座调整到我正常坐姿之后，我进到后座，其实膝部空间还有3个指头哦，头部空间只有2个指头。不过我觉得这个乘坐表现，以这类的小车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非常大了。你看我坐后座，我膝盖根本就不用碰到前面的座椅，我也可以坐得很舒适啊。而且还有这种小车后座竟然有冷气出风口，我也觉得是蛮潮的一个配备啊。现在大家都讲求后座冷气出风口嘛，好，小车也给你配一个。现在限量 M Performance 的排气套件，如果你晚了一步就没了。那原厂，我刚才也有问原厂说，那你们限量是限量几台？他说，没有，你就讲限量就好了。所以代表啊，数量有限，要抢要快。